美学化跟时尚化，嗯，很重要。现在上海美术馆它是很不成功的，很单调，每次布展也好，什么也好，哎呀，我觉得还是很常规很常。现在人们的审美习惯已经变掉了，审美的要求也不同了，跟以前。我们说美术，所谓美术展览，美术展览肯定叫美，包括画要美，同时整体设计从里到外是吧，都应该要有构思，要有构想，所以叫总体设计嘛。所以艺术一定要给人以一种完全非常那个醒目跟那个一目了然也好，或者是总体环从大到小到局部到整体的这种很舒服的感受。2013年的大型展览，让我用的多了，包括肢体语言，包括肢体语言跟绘画抽象化的融合，而且那个很精彩，用导演手法，如何把抽象化更精彩的描述，这个描述就依托于音乐，依托于肢体语言，还用肢体强烈肢体语言表现喜怒哀乐，跟我的画法直接能够对应。然后灯光我们是它更可以加强渲染这个气氛，这会产生很好的效果。包括有装置的东西，有纯艺术的东西，装置的东西，又有那个摆件艺术，还有那个实用艺术，比如我的作品做成那个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个围巾啊、服饰啊、包里啊。那么如何把它应用，就是把我的抽象化的应用在生活当中，这个就更把抽象化把它具体引入出来，就跟生活结合起来。包里上面是有动感，有一种活的感觉，活力的感觉。那么这个就是吸引人了，就这种展览，那就吸引人，因为它的面就放大了，不仅仅是纯艺术的人来看。对。